咧，俾大家睇睇噶啦。咁呢部車咧都會有一個水盤喺前，係啦。咁啊，相對嚟講咧，除咗水盤之外咧，佢會有更加有一個噴水點喺度啦。咁佢一樣都可以清潔翻一啲雨水啊或者污漬嘅。你會大概咁樣見到呢一個情況啦，係可以整部車清潔嘅。大家會留意到啦，佢亞灣已經可以做到一個40度嘅傾斜。咁你會留意到咧，成部車嘅設計咧，都係一個封閉式之外咧，佢係非常之流線型嘅。因為一部電動電單車嚟講，如果你個阻力越大咧，所用嘅電量咧亦都越高。包括有咩會影響電動電單車嗰個續航力咧？大家好，包括一個係風阻啊。包括一啲胎壓咧，都會完全冇影響到一個電動電單車嘅阻力。譬如話你頭尾胎壓打少咗磅數咧，都會令佢個續航力咧減少翻2-3% 嘅。咁你見到佢除咗呢一個前面一啲咁繞流式嘅設計之外啦，咁啲風咧會流咁樣向翻去後面一個微繞流嘅設計嘅。咁另外你話我出去買嘢啊，想用佢個儲物空間，如果你冇人坐，你當然可以用曬佢整個美式嘅儲物空間啦。咁你話你都想擺喺後面嘅話，咁佢當然呢一個房咧一樣可以打開，有一個接合式嘅設計。咁設計人咧就諗啦，喺一個設計呢個品牌嗰個設計人就諗，其實 A 點去 B 點，需唔需要揸住一部2噸嘅私家車？需唔需要揸住一部2噸嘅私家車去買嘢咧？其實又未必需要嘅喎。設計呢一款車咧，嗰個意念咧就係想嗰個道路咧更加寬鬆，令到一啲真係需要到揸私家車嘅人咧，佢出行咧更加方便，從而令到嗰個道路咧減少到一啲碳排放嘅。咁所以呢一個嗰個諗法咧，令到佢造就咗呢一部 Carbon 嘅 Speed Pass 啦。咁其實 Carbon 咧，佢都有出不同 CC 嘅比較耐嘅歷史，之前咧佢都有出一啲汽油嘅車輛。咁呢一個咧係一個最新嘅概念，最新嘅環保方式。咁你基本上就唔會話再有話揸電單車要淋雨啊，又或者一啲大風會影響到佢嘅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喺香港呢一部車咧，我哋相信咧未來呢一年咧會令到嗰個銷量咧都會非常之高嘅，因為佢亦都可以適合到一啲話已經去到年齡比較高嘅人，但係佢冇私家車牌。佢有一啲電單車牌啊，或者一啲三輪電單車牌咧，呢部車咧，我相信咧係一個首要嘅考慮嚟嘅。咁所以你話有一個玻璃啊，有一個冷氣啊，係完全符合到而家電單車不足嘅地方嚟嘅。咁所以咧另外咧呢一度會有兩個喇叭嘅，仲有少少 function 啊，呢度會有兩個喇叭嘅。咁另外咧，佢有一個藍牙嘅連接啦，一樣有個置物箱喺度嘅。咁啊，呢一啲又就會有一個指揮有一個死火燈啦，係啦，咁一樣有一個花灑喺度啦，咁你可以進行翻佢一個清潔啦。咁大概就係咁嘅。咁呢一部車咧都會有一個 option， 就係話可能好多人已經過咗嚟睇呢部車，究竟佢個玻璃可唔可以接合？其實佢個 option 入面咧都有得揀一個玻璃咧，可以去做翻個接合嘅，係啦。